二十辆冯府支援的亲子专车，从年初七到初六，分别参加了公路局、台中站的转乘运输乘客的工作。公路局第二运输处表示，在春节期间，全部461辆公路班车，再加上省政府支援的20辆交通车，合计有481辆班车参加了中国地区的运输。到今天为止，各县接运乘客已经超过了10万多人。其中，省政府支援的20部春节专车在短途的运输当中，发挥了高度的工作效率，深受各界和旅客的好评。